太好看了啦！我刚刚去试穿，很美，穿都觉得它太美了。对，而且我觉得它也是撞色，它的连细节边都做。对啊，连这些袖子也撞色，然后它袖子是反折，对，它袖子是反折的，反折给你们看，可是它有缝起来。对，所以它不是直接一条线在上面。对，像这样子也很好看，反折然后撞色是。它口袋是假口袋哦，各位。对，你刚才在那边找在哪？是设计啦。对，它是设计哦，夹口袋，然后它摸起来也是很舒服，而且是有分量的，然后是两个颜色，微微的落肩，那你基本上比较不吃身形啊。不是真的口袋，夹口袋哦，然后裙子也是我们热虾哦，可可色。我发现好我的菜哦，我拿下那个颜色给大家看一下。好的。那两个颜色都超级好看的，这又选不出来。对，这好像就可以配这种裙子。对啊，那其实搭深色也可以。对，就这样子也可以啊。深色，它有咖，就是秋冬那种落叶。对，这个是超咖色，深咖跟焦。再来，扣子也是同色的，滚边同色的，很大地风，所以它细节都有。对，你们看这个细节都有，它是就是咖啡色的扣子，然后像我身上这个就是黑色，很有质感。怎么办？不想换上衣。哎，这样真的很美，因为这一件真的是，而且我觉得它设计很好看，就是它其实有一点那种衬衫领的那种感觉。对啊，而且是超级感觉，就是超级不容易撞。然后撞色真的很好看。对啊，它连这个袖子都是细节，我本来以为它就是直接一条线上面，结果它是可以就是反折的，它有缝过。